Hello， 大家好 ，Simon 啊，又再好开心咧，今次同大家 live 见面啦。好，问下大家上星期做延迟满足，做寻找佢情绪嘅来源，大家做成点？可唔可以喺下面话俾我听？有冇人有成功嘅例子可以激动下大家嘅？有试过嘅，或者入到嚟嘅家长可以俾个 hello 我，等我知道咧，大家都进入咗。我哋 live 嘅時間啦，可以用一個30分鐘嘅時間咧，大家一齊交流，一齊學習。我對家長嘅鼓勵或者要求咧，就係你入到嚟要積極參與，大家咧先可以有互動啦。再者就係真係要行出嚟。我今日先問個同事，邊個家長嘅行動力係好高嘅咧？我相信係你，請你話俾我知，你有冇做到嚟緊個禮拜點樣繼續咧用一啲嘅？改變小朋友的方法啦，怎樣去回應小朋友的情緒啦，可以呢見到當中的改變的。而每一個的成功例子是每一個我們團隊啦，或者真的同齡的小朋友呢都一些鼓勵，因為大家真的有做出來，有走出來嘛。好，那也都歡迎大家呢將今天的這個Live share 出去，讓更加多咧關心小朋友情緒行為的家長咧，都可以咧多啲一啲嘅資訊嘅。好多謝大家，我見到大家咧都陸續緊嚟。好嗱，第一個問題啦，我想問，因為時間好趕啊，30分鐘啫，真心問大家嘅，即係話唔係你理想中嘅答案，問自己苦心自問，你係咪一個有求必應嘅父母？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是的，給個 why 我 yes， 我是一個有求必應的父母。若果你覺得自己不是的，給個 and 我 no， 我不是一個有求必應的父母。請大家留言告訴我知，是 yes or no， 你是一個有求必應的父母嗎？以下呢，我會有三條問題想問家長的。這三條問題呢，你不需要打入去下面去留言。我只是想帶領家長去問自己，去檢視自己小朋友的情況。我會給1至5分大家。一是你不認同這句說話，或者不常常發生的。五是你非常認同這句說話，亦都非常多時間是發生在你的家庭裡面的。大家準備好了，就做了半日的工作，看看進入一個自己去檢視自己的狀態。第一條，你認為你的孩子是很容易為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會觸動情緒的，為著不如意的事會觸動情緒。一是不常發生的，或者沒有發生。五是經常發生的，可以給個指標，可能一日裡面總有幾次。問一下自己了。第二條，我的小朋友是會為著情緒觸動了而出現一些極端的行為，包括尖叫啦、打人啦、打自己，有沒有這些情況出現呢？是一不常的，還是五經常的呢？第三條問題，你的小朋友的情緒會牽動到你或者你伴侶，即是爸爸媽媽的情緒，你會為著他的情緒而挑旺你的情緒的。如果不常發生的是一，常常發生的是五。給了一點時間大家去回想去想，這個過程裡面不是最著重的分數，而想透過三條很簡單的題目問一問自己，有沒有以往一些教養方法未去好好處理小朋友的情緒呢？有沒有些事今天我們需要去改變呢？
如果你頭先嘅答案好多都係常常出現嘅話，我好鼓勵你，你今日留到最尾，我哋去聽一聽 ACT 呢個方法幫唔幫到各位家長，幫唔幫到每一位小朋友。咁 ACT model 係咩嚟嘅咧？其實係由這個 Child Centre 嘅遊戲治療嘅權威 Dr. Gary 去提倡嘅一個方法。未正式進入 ACT 嘅之先咧，我好想講一個好耐之前嘅一個小朋友嘅分享。咁啦，嗰次嘅小朋友咧就喺公園，咁咧佢同時兩個小朋友都走去嗰個千秋道，其實就冇真係分先後，邊個先邊個後嘅。咁啊，大家一齊捉住個千秋啦。咁但因為嗰個場景啊實在好尷尬，咁媽媽咧又冇辦法令到個小朋友肯放手喎。咁最終咧，其實真係要夾硬用力量扯開個小朋友，由佢隻手指捉實個千秋，慢慢一格格咁拎開手指，帶佢個小朋友走。個情緒個高漲到個狀態咧，係不得了嘅。翻到去個小朋友上好耐嘅時間都回落唔到個情緒。我哋可以想象到，對於個小朋友嚟講，頭先媽媽嗰個回應，佢會覺得媽媽唔信任我。媽媽淨係想我喺嗰件事裡面去分享，或許佢裡面有唔開心，但係其實當中會唔會有嬲怒咧？我想分享嘅就係，當我哋用到 ACT 嘅方法，其實大家嘅情緒都唔需要觸動到喺個咁高處。好啦，走翻去問下自己，若果你唔開心，或者你好嬲，你想聽一句乜嘢嘅説話？或者你以往的經驗，聽到什麼的說話，你感覺到自己的情緒回落到一些。好，請大家在下面打告訴我，你想聽什麼說話呢？我不想給你這麼多例子，不想給大家框住了。你會說什麼？你會聽到什麼？你會覺得，剛才很生氣，現在好像好一點。有些家長會跟小朋友說，或者下不用生氣，不用怕，他不開心，不用不開心。這些是否一個好的方法？或者你覺得聽完會不會令到你的情緒回下來呢？我分享一個我自己的實例。我呢很久之前大學的時候就去去日本旅行，咁嗰時同屋企人一起去，唔係想令到件事好有味道啊。嗰陣時就去温泉酒店，咁啊已經一絲不掛嘅狀態啦。咁但係咧，嗰個温泉實在太大，我揾唔到個地方喎。我揾唔到個地方，但係大家都知道喺日本咧，用英文嘅溝通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我問咗好多人咧，都冇人知道我想點。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嗰個唔知道冇人可以幫到我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咧？其實同我哋頭先所講，當小朋友好嬲、好驚、好無助嘅時候，如果佢覺得我唔被明白，佢會覺得好不安、好無助、好躁狂。所以第一個部分唔係需要淨係俾方法小朋友。或者給一些他想要的東西，我們需要的是令到他知道我們明白，我們明白你的情緒，我們明白你的需要，當中我不需要立刻給東西給他，明白是很重要的。所以 ACT 的第一個 A 是 Acknowledge the feeling， 我們要讓小朋友知道你當下的情況不是純粹乖不乖、適當不適當，是我知道你現在很不開心，我知道你很需要我，我見到你很生氣。當我們知道我們被明白的時候，我們的情緒區起碼會慢慢慢慢調適。調回轉，如果我們用第二種的方式，你好曳啊，你做乜成日扭計㗎？為什麼在生活裡面成日都是這樣的？要你這樣又不是這樣。其實這個狀態，我們只會更加挑旺到小朋友的情緒，達不到我們想小朋友，我們上一次說嘛，我
我哋唔係期望一個冇情緒嘅小朋友，我哋期望係帶領小朋友回落情緒嘅時間可以快，回落情緒嘅能力可以高。咁我哋就要諗啦，我哋做啲乜嘢，講啲乜嘢，可以令到小朋友佢嘗試將個情緒區撳翻落嚟，聽我哋去講嘢。咁所以第一個嘅明白係好緊要嘅。正如好啲家長可能都喺艾古教呢個地方同小朋友去進行分離啦，即係嘅意思，第一個地方讓佢自己翻學。咁成日你會聽到團隊都好緊張呢個地方嘅，即係呢個部分嘅個原因係佢離開父母，去到一個地方自己去上堂，即係話呢個經驗佢點樣進入社群，佢覺得離開父母呢件事佢有冇信心，點樣去累積呢、這個離開家庭，自己慢慢踏出成獨立一步嘅經驗。咁所以咧呢啲部分我哋要小心處理。咁如果你有留意，同事去接小朋友呢，老師去接小朋友呢，很多時候第一句都會講的，我當然不會告訴你講完他即刻零情緒，老師都會講一句，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好掛住媽咪。如果我純粹跟他說，哎呀你不要哭啦，瑞文姐姐給玩具你玩啦，簡單來說大家都九唔搭八，我明明就是掛住媽咪，你純粹會給玩具去玩，他拿不到你明白他，你不是跟他同路啊。所以第一件事我們要讓小朋友知道，我們明白他，我們知道你掛住媽咪。好啦，那第二個部分 ACT 的 C 是什麼呢？ C 是 Communicate the limit。 Communicate 其實是很重要的。再者，咦，他現在這個方法是在說什麼？我們嘗試跟小朋友去建立一個規範，即是說，咦，他哭，他掛住媽咪，我們是不是立刻，哦，好啦，那我們去找媽咪吧。我們的生命裡面總有一些東西是一些挑戰來的，對於小朋友來說，第一次離開父母，自己去進入去上學，媽咪又不在身邊，他當然會擔心，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他哭，人頂我們將他，哦，好啦，我們去找回媽媽，同時地，我們就讓他拿到哭可以找到媽咪咯。跟我們上一次說的，我們會強化了它，用哭去得到一些東西。所以個過程裡面，我們要跟它溝通到，它知道那個界線是什麼。我知道你掛住媽咪，會的，我會跟你出去找媽咪，但是我們安靜了先。那個規範是你要冷靜。再者啦，我們剛才說 communicate 嘛，那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叮叮叮同個理智區講嘢。當你去用說話，當你請小朋友用說話去回應你嘅時候咧，佢個理智區就會工作，更加可以控制到個情緒不斷咁樣爆發。咁所以嗰個溝通係好緊要嘅，溝通跟住俾佢知道，而家你會俾好嘅嘢佢。咁但係呢一個規範係喺一個咩狀態裏面發生咧？他能不能夠慢慢控制到情緒呢？有些小朋友可以控制到，但當他慢慢走去媽媽的時候，他的情緒又會再上過，又會再爆發過。我們要再來過，我們不擔心跟他來來回回，因為這個過程裡面你要去經驗到那件事是怎樣控制情緒。為什麼要做這個經驗？上一次說過他的理智區是未成熟的嘛，我常常用一個這樣分享的，好像我們去送機，我們都知道可能一些時間之後會見，或者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渠道會見面，但是都會有不捨得的，都會有情緒上面的感受的。所以我們要讓小朋友知道情緒表達是否得哭這個方法呢？好了，當他抹好眼淚冷靜了，我們給第三個部分去 T。 T 是什麼來的呢？是 target alternative， 我們帶領小朋友去選不同的方式。這個位置我們會建議家長給選擇小朋友。為什麼呢？小朋友或者人，問大家都很喜歡話事的，有得選當然好過沒得選，他覺得好像死胡同一樣容易觸碰情緒，所以我們可以給他選。我知道你很掛住媽咪，好，
你想俾個 five 媽咪，定係你想送個貼紙俾媽咪啊？媽咪都知道咧，你係好掛住佢噶。你掛住佢，你可以用嘴仔話俾佢聽，我好掛住你。一陣見。個過程裡面，佢願意用説話講俾媽媽知。同埋頭先你俾佢揀啊嘛，你想俾個 five 媽咪，定係俾個貼紙？喺呢個過程裡面。回落翻去理智區嘅原因係咩咧？佢唔會守咗佢個死胡同度，淨係諗住冇咗媽媽，冇咗媽媽，冇咗媽媽。佢會攞到係，我應該送貼紙好，定係俾個 five 好咧？啊，媽媽遲一陣翻嚟嘅喎，佢走咗去一個相對正向啲嘅 方面去面對呢個分離。咁所以當小朋友佢有得揀，有得去處理嘅時候。佢嗰個掌握啊個狀態啊，就會更加冷靜。咁當然啦，有啲家長話唔係喎，有時小朋友都唔會話一時三刻情緒回落嘅。或者頭先我問咗大家三個問題噶嘛，小朋友以往佢有啲慣咗唔如意就有情緒啦，或者可能喺幾年裡面佢都儲咗一啲習慣點樣去表達情緒，所以你今個星期同佢做嘅時候咧，唔會一時三刻就得。可能你要來回很多次，可能你都會見到他的情緒有上過有落過，但是你要用一個最温柔的方式去堅持你的底線。的意思是什麼呢？個過程裡面不讓他的情緒觸動你的情緒，慢慢跟小朋友去說。所以在個過程裡面有幾個 attention 大家需要留意的。第一個部分，尤其是你對於一些年幼的小朋友，一定要慢。當小朋友佢講，我問住佢啊，我哋温柔啊，我哋安靜啊，係咪呀？抹好眼淚，我哋行出去揾媽媽好冇啊？好，你等佢諗得清楚，回應到你，你先再講後面嘅部分。如果我哋常常都太快去講好多説話俾小朋友聽，佢可能中間裡面消化唔到，可能聽到最嬲尾，佢就係攞到媽媽要離開。我只是拿到媽媽要拜拜，她可能消化不到中間的過程，所以那個說話要慢。第二，留意自己的語氣，不是說一定要用哄小朋友的語氣，反而令到小朋友覺得我扭計就有人哄我。我們的語氣需要很平，需要很慢，需要很堅持，很 firm，令到小朋友知道而家你同佢建立呢個界線咧，係認真嘅，就唔係我哋一路講俾佢知，我哋温柔啊，我哋安靜啊，你要保護雙文姐姐隻耳仔嘅同時，你不斷可能已經挨向媽媽，或者不斷俾一啲其他嘢佢，因為佢會覺得我未安靜，你都俾我噶啦，咁慢慢慢慢佢就會儲咗一個錯嘅記憶啦，咁所以我哋嗰個動作。要很清晰很利落的，當他一冷靜，我們讚他，你好好啊，你好冷靜，我們現在出去找媽媽，我們現在送貼紙還是給 five 呢？你想怎樣啊？讓他認你，好了，認完你，我要送貼紙，好啦，我們選一個貼紙送給媽咪，一陣見，很清楚用說話去說的，令到他慢慢個理智區起身了，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情緒。第二啦，就是我們去做那個規範的時候是有原因的。好像剛才說你温柔啊，你要安靜啊，我們去拿紙巾嘛，它原因是什麼？你有保護雙文姐姐的耳仔啊，你有知道呢，如果我會痛痛啊，或者你知道哭哭呢，我聽不到媽媽叮噹啊，那個原因不是因為 authority， 不是因為有權威我要你這樣做，是他明白為什麼要咁。我分喺呢個位，我分享一個題外話啦。咁我個女要同佢沖涼咧，咁好多時咧，有時小朋友掛住玩水，咪唔中意上水嘅。咁啊試過都好多次咧，我都係真係要提佢啊，跟住要抱佢上水啊嗰個部分。咁啊有一日咧，我話我哋不如試下數三下，我哋咧喺個水裏面咧，佢好中意玩跳落水、跳落水、跳落水。我哋玩三下，跟住我哋就起身喎。你保護媽媽條腰骨。咁跟住三次佢起身。我抱住佢啦，跟住咧我就讚佢啦，你好好啊，你有保護媽媽條腰骨。咁而家咧，
其實佢每一次沖完涼，佢起身咧，佢就問我啦：我今日有冇保護你條腰骨啊？嗱，所以我想帶出嘅就係、是，唔係純粹媽媽話你乖定唔乖，係因為你知道嗰個行為個背後原因係啲乜嘢。嗱，我都知道好多小朋友咧都好中意扭家長抱噶嘛，其實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噶。你有時譬如喺屋企啊，可能你就是、真的累啊，有時坐按摩椅啊，或者捽腰骨的時候，你都可以話俾佢知啊，媽媽腰腰痛啊，所以咧你自己行行咧，你又保護我腰骨啊，你做得好好啊，唔係去到佢扭計的時候，你先話俾佢聽要保護你腰骨，係佢嗰日誒好好心情喎、啊，自己行喎、啊，跟住你已經讚佢，你今日就叻仔啊，你有保護媽媽腰骨，我哋一起行去 supermarket 買嘢啊，咁佢慢慢慢慢就知道原來自己行。個過程裡面是有保護佢愛的人嘅，咁佢慢慢就會容易建立佢呢個適當嘅習慣。第頭先講啦，第三個部分頭先再強調下係個語氣。嗱，你問我人嘅情緒會觸動人嘅情緒咧，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喺呢個狀態裡面，我哋要諗你係想鬧完個小朋友之後，佢會。會即刻會回落，因為怕而回落，定係有時你嘅情緒觸動佢嘅情緒，再拉長咗佢情緒牽動嗰個情況。咁所以我哋就要諗啦，有時係擔心，有時係會嬲嘅，停一停先。或者有時真係兩個家長輪流咯，有時小朋友真係拉鋸個時間好長，真係你發覺自己我個腎上腺素好高咯，我已經開始唔能夠控制自己嘅情緒咯，可能換一換人，翻去同個小朋友去處理。個情緒越穩妥，你才可以期望小朋友都有一個穩妥的情緒。如果不是，其實他現在在鏡面學習，他就會不斷學回同樣的語氣，學回同樣的方法態度去跟你相處。係啦，咁有時真的去到很嬲，我只係俾一個鼓勵家長，我哋可以話俾佢知，而家媽媽不開心，但是第二個部分是我哋嘗試安靜，唔講嘢住。其實小朋友咧係好擔心咧，我哋唔理佢。咁嘅方式比起你用好多嘅説話，可能你係責罵好啦，或者可能你會同佢講佢唔啱嘅部分好啦，都會嚟得好。個原因係咩咧？有時説話真係會快過個腦噶嘛，你會講咗一啲唔啱嘅説話，或者一啲唔應該嘅用詞。當有一天小朋友用同樣的用詞去回應你的時候，你就知道，咦，我好像講錯了一些東西。所以真的去到有些情況，我們可以停一停，安靜了個嘴仔先。而那個過程裡面，你慢慢建立的是小朋友學習妥協。好啊，我們再去 recap 剛才 ACT3 的方式。為什麼這個 ACT 的方式是那麼理想，或者有個好的部分呢？第一 ，A 你 acknowledge 佢個 feeling 嘅時候，你令到佢知道你明白佢之餘，係你令到小朋友認識緊自己嘅情緒。嗱，有啲小朋友未必明白自己咩叫做開心啊、嬲啊、驚啊嘅原因嘅，或者有時大人我見到佢唔開心，有時我會問一下啲家長啊，其實你有冇去組織過今日你嘅情緒有啲咩原因呢？香港或者其實亞洲的人咧，其實呢個部分咧係比較薄弱嘅，因為我哋好多時都好內斂，我哋會將我哋嘅情緒收埋，咁所以我哋有時都唔識講嘅。媽媽、爸爸都要帶領小朋友去認識自己嘅情緒，咁所以呢一個嘅第一個嘅 A 就係讓小朋友，咦，佢開始明白自己嘅情緒而家係咩狀態，有啲乜嘢原因？我知道你掛住媽咪，所以你而家唔開心。去明白呢個關係嘅。第二嗰、那個 community 嘅 limit 就係你令到小朋友知道係有規範，我哋有能力去學習妥協嘅。第三，你俾選擇佢，即係話你尊重緊個小朋友。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咧，佢會開始幫自己揀啊。喺嗰啲個選擇裡面咧，我要提一提大家嚇喺。小朋友裏面俾選擇咧，我哋盡量或者建議啦，俾一個有限制嘅選擇，最好係二選一，因為太多選擇咧，其實你會更加令到小朋友唔識揀，
再者咧會拉長咗呢件事完結嘅時間。好啦，其實喺生活裏面，除咗呢啲係情緒觸動嘅時候，你都可以多俾選擇權佢嘅。譬如哦，今日我哋晏晝你想食飯定食意粉，即係話兩樣嘢你都係會俾佢選擇嘅，就唔會話佢揀完飯，跟住你同佢講啊，梗係唔好啦，媽媽媽媽想食意粉喎。咁就對於小朋友嚟講就唔係一個可以揀嘅部分啦。你俾兩樣嘢去選擇，越多呢一啲嘅機會。個小朋友越感受到你尊重佢，再者啦，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小朋友會識為自己揀。嗱，你有冇遇過啲大人咧？你問親佢嘢咯，是但啦，唔緊要啦，冇乜所謂啦。但其實真心裏面有 B B 係咁嘅喎，乜嘢情況嘅大人會係咁咧？佢唔敢表露自己，佢唔敢為自己選擇，或許佢驚自己揀錯。所以在小的時候，這個的訓練，這個的機會是很重要的，讓他去幫自己去選擇。當然了，這個 ACT 的方式呢，有少少的限制的。如果你的小朋友已經很大了，其實未必很容易去做。所以我很鼓勵一些家長，很小的時候開始去跟小朋友去處理，開始讓小朋友有一個妥協的能力。譬如我又講另一個例子，我記得咧，我都好多年前噶，因為好多小朋友去進入分離，我哋會咁樣處理啦。由初頭由評估嘅老師，佢好熟悉嘅老師帶領佢入個課堂，跟住慢慢咧，佢適應咗個環境，我哋就會轉老師啦。因為想佢可以同唔同嘅人去相處嘛。咁我記得嗰次咧，個小朋友咧，對於雙文姐姐可能要行開少少、行遠少少，好大反應喎。咁佢就不斷同我講：你要坐我隔離，你要坐我隔離。咁佢未去到喊嘅，但係嗰個情緒都係有啲嬲怒啦。咁我就同佢講：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好掛住我。好啦，我就問佢：你想雙文姐姐都喺個班房範圍坐喺嗰度，即係一個遠啲嘅地方，唔係喺佢隔離，定係你想雙文姐姐坐喺門口陪你？個過程裡面，如果啲大啲嘅小朋友，你可以嘗試用呢個二選一，而呢個第二個選擇咧，你知道佢唔會揀，用呢啲嘅方式去幫佢慢慢學習妥協。好啦，有啲家長話俾你聽，唔係啊，有時二選一之後咧，佢可能會同你講，我要有個第三個選擇啊，我唔要二選一啊。去到第三個選擇嘅過程裡面咧，你點樣去回應佢咧？你可以走翻落去你頭先嗰個 limit 裡面咯，走翻落去令到佢明白我哋而家喺呢個規範嘅過程。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要喺平時一啲延遲滿足啊、妥協啊、等待裡面做。走翻去頭先第一個，你係咪有求必應咧？次次我問親你，你都避佢，其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小朋友去到後面妥協咁困難嘅喎？好，今日講咗三個，一個 model ACT 三個部分。請問大家有冇啲咩疑問？你而家可以話俾我知，或者有冇啲乜嘢頭先喺一路分享嘅過程，你諗到嘅，你可以而家留言話俾我哋知，我哋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啦。或者你而家未諗到嘅，你都可以 WhatsApp 或者 inbox email 俾我哋，讓到團隊咧知道大家遇到嘅問題，或者喺呢個星期裡面你。在運用這個 ACT 的過程裡面遇到的問題的，都歡迎你們告訴我。有沒有東西大家想問的，可以舉手發問。如果沒有呢，我現在又用我自己小朋友的實例。好了，譬如我想建立我小朋友呢自己在房間睡，我記得呢，因為佢細啲嘅時候，我真係會坐喺個床邊度，可能唱下歌啊，可能講個故事啊。咁其實佢慢慢慢慢大，其實佢開始已經可以進入到自己喺房瞓嗰個階段。咁初頭你要改變一個老習慣，佢個情緒都會有起動噶嘛，佢都未必會接受噶嘛。好啦，咁所以咧嗰、那個過程裡面，我哋要俾佢知道，哦，你係可以自己瞓。所以咧，每一次咧佢有情緒牽動嘅時候，我就會同佢 recap 翻。哦，你諗下，你琴日叻叻㗎，你琴日可以自己瞓到㗎，你可以咧瞓完覺一起身一嗌我，我就喺出面。嗱，個意思即係咩咧？我哋同小朋友去經歷嘅過程裡面，總會話：咦，點解琴日得，今日唔得㗎？點解有時咧好似明明琴日講好咗，今日又做唔到？
我哋可以帶領小朋友去攞翻佢嘅成功經驗，跟住多一個力量去走之後嘅道路。咁所以有時小朋友佢今日嘅情緒冇琴日咁好喎，咁情緒其實係一件好奇妙嘅嘢，可能今日天氣冇咁好，今日瞓醒嘅時候冇咁好，今日可能遇到一啲事情好似硬係唔如意，都會有情緒唔同，亦都未好容易即刻去處理得到噶嘛。咁所以有時我哋就要 recap 翻之前嘅情況，你記唔記得你做到呢樣嘢啊？你做到呢樣嘢，媽媽好欣賞你喎、啊。因為你自己瞓咧，媽咪好快可以工作。我做完嘢，我已可以好快你瞓醒覺，我同你玩，讓到佢知道佢自己瞓覺嘅好處，就係媽媽快啲做完工作，我可以你瞓醒覺同你玩。咁呢啲嘅過程，你就令佢更加多籌碼去處理啦。好，我睇下個問題先。一歲以下小朋友咧，好似只會領會到單詞，未可以明白曬 ACT 整個流程，例如二減一都未會減。嗱，其實咧小朋友咧，你未必可以用到純粹用言語俾佢同佢講，我哋要加好多動作，或者可能譬如你當細嘅小朋友，佢未必明白咩叫安靜，我哋用樹呢個動作，可能佢擺到落嚟去樹，咁用一啲好清楚的動作令到他明白那個關係。但當然其實一歲之前你未必立刻需要做到 ACT 的，因為好像上一個星期這樣說，他們的專注比較弱的嘛，其實你是可以用一些轉移視線的方法，但是你開始明讓他明白不是用哭鬧而得到。再者反而一歲的小朋友，我們可以加強做延遲滿足的部分，是在 他每一天有需要的情況，譬如這一刻他需要拉拉，你譬如我當佢一點飲奶，你咪早五分鐘沖定喺度啦，即係唔係去到好肚餓啦？你沖完啦，你拎呢個係咪奶奶啊？你要唔要啊？佢可能岌頭，佢可能舉手，可能俾個 five 你，可能錫你一啖，一啲你平時見到佢已經識嘅動作啦，佢做完你先俾佢呢一個嘅關係，令到佢知道唔係見到支奶我就發狂啦，我就要即刻要飲。在一歲前的小朋友可以用多啲呢個方法，咁但係當然一歲前的小朋友都開始牙牙學語嘅，咁你可以捉一啲佢平時已經發到嘅音，要佢講，咁你就可以邁向咦佢開始攞到説話嘅好處，咁佢就會增加咗説話嘅動機，咁慢慢兩歲幾到兩歲咧，佢就會中意講説話啦。好。咁咧，今個禮拜咧就請大家去試行 ACT。咁下個星期咧，我都諗緊，大家想去聽下啊，點樣處理 say no 嘅小朋友？定係有啲家長呢排都同我去傾咧 sibling 嘅問題啦，有第二個啊，兩姊妹、兩兄弟啊相處啊，手足嘅相處。我仲諗緊，若果你想聽乜嘢嘅，請你話俾我知，等我好好準備。下個禮拜咧就係農曆年，咁我哋咧就會休息一次啦，因為唔知年初。二定年初一啊，唔記得咗啦。星期五係放假嘅，咁我哋休息一個禮拜之後，農曆年之後翻嚟，我哋再見。新年快樂，牛年進步，拜拜。冇乜反應。